梁國雄議員，你是否發言？咩啊？你係咪想發言？係啊，係啊，係啊。請繼續。哦，咁我唔講啊，蔣麗雲啦，咁就費事啦。嗱，第一，咁我主席，我就係講呢個呢個總目114嘅，就係關於呢個申訴資源公署嘅咁樣。咁當然我哋本會咧，其實都有一個申訴部嘅，係咪？咁大家對於申訴呢樣嘢咧，就唔會覺得陌生噶啦，好多。我哋嘅同僚咧都會定期咧就會去喺下邊我哋嗰、那個申訴部咧去處理申訴嘅嘢，但係申訴專員公署顯然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啦，係咪？佢係一個由公帑去運行，亦都係咧有咗一定權力，又根據條例咧又俾咗權力佢嘅。咁好啦，呢一樣嘢啊，申訴專員公署到底？在香港人的生活裏面起住咩嘅作用呢？咁樣嗱，我首先講一講呢一個正話啊，陳志全議員批評嗰個統計處做嘅調查報告。咁佢哋喺2008年咧，就對市民做一個調查嘅，就問嗰啲市民咧，到底佢哋知唔知道咧，佢哋有事可以向申訴專員公署係投訴嘅，咁其中咧受訪者咧喺100個人裏面咧係只有15個人多啲咧係覺得知道咧係可以投訴嘅，而實際上面咧亦都只有大約1/4係知道專員咧有權對公眾關注嘅事項展開呢個調查。即係佢哋唔知道，我以為喂呢件嘢啊，公署咧就係咁啊，你去報佢咪查咯。其實唔係嘅，公署係可以喺佢認為公眾關注嘅咧，係可以展開調查嘅。咁其中咧就有65% 嘅人咧係喺電視嗰度先知道公署。但係即使咁都好啊，市民對呢個公署嘅期望咧非常之高嘅，佢好高到咩程度咧？但係亦都有60.5%嘅人咧，希望咧呢個公署處理過嘅嘢之後咧，就唔會令佢哋投訴嘅嘢咧係再發生嘅。好啦，主席，一個市民認知度唔係好高，但係認知咗之後咧，就覺得佢係有用嘅機構咧，你諗下係咪應該令到市民對佢認知多啲咧？或者係？令到佢嘅權力大啲啦。嗱，我哋睇翻，因為呢、這個即係講咗100次嘅啦，黃國興又唔喺度啦。講100次啊，黃國興議員就問我哋 ：，OK， 你又唔修訂，咁你講乜嘢啊？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如果要加錢咧，因為咧喺今年嘅總目114嗰度咧，其實呢個2014年至2015年嘅有關呢個申訴專員公署嘅預算咧，係加咗錢嘅，加咗幾多咧，主席？是加了 0.3%， 即是加了1/1000，淨是如果你計這個通脹已經知道是 不加反減了，是不是？即是說這個申訴專員公署增加的開支呢，如果扣除這個通貨膨脹的因素呢是減了的。喂，那你說了，申訴專員公署怎樣能夠有效這樣為這個市民服務呢？無論在認知上面，因為你在電視上面賣廣告又好，做什麼都好，都是要錢的嘛。所以我的講法就是，這個申訴在總目114的申訴專員公署的開支呢，其實應該大幅地增加。不過又講回一句了，我們這個議會是沒有權叫政府呢是增加它開支的，所以我只有在這個而家呢一個咧納入嘅時候咧，表達下我嘅意見。其實好多人聽呢個申訴專員公署咧，就唔係好明白佢嗰、那個權力係點樣嚟嘅。其實佢係根據呢個申訴專員條例而嚟㗎啦，係咪？咁其實我之後講嘅所謂主動調查係咩咧？嗱，老實講，真係好過佢去賣廣告嘅。今日好多人睇我講㗎嘛，係咪？呢、這個申訴專員公署個專員，如果佢認為有人可能
因為在申訴專員職權範圍內的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行政失當或受到不公平對待，那他就有權去調查的了，即不是說要報案的，他只要看到就可以了。所以申訴專員公署在處理一些所謂我們老百姓說的冤屈的事件，或者是有冤無路數的事件，是有一定的效能的。當然我們知道這個申訴專員條例裏面是對他有些限制的，譬如間有些範圍可以做，有些範圍不可以做，那這個我們不說，就等於我們立法會呢，如果是警察的事我們可能是不做住的，給回這個投訴警察科，因為他有投訴警察科嘛。那這些不一而足。那好了，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面呢，我們現在根據我所說呢，就是說我們看到如果得 0.3% 的增幅呢，很明顯在這個主動調查的方面呢，是沒辦法是擴展的，因為調查要錢嘛。那所以就是說我們會看到這個市民是殷切期待的，就是希望這個申訴專員條例底下的申訴專員起到一個即是所謂跟他們去申冤，即是說看到這個政府部門在這個申訴專員職權範圍裏面看到的政府部門或者公營機構行政失當呢，是應該受到這個對待的。舉個例，即是等於個盛事基金咁樣，阿哥。咁如果呢個盛事基金果然係喺呢個申訴專員嘅職權範圍裏面，而家佢就攞嚟查㗎喇喎，就唔使小弟喺度講口水都乾。即係譬如話，喂，呢個龍獅活動有俾錢冇收錢，啲錢去咗邊啊？可以查㗎喎，係咪？而家因為冇錢，或者佢嘅職權唔明顯，所以做唔到。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申訴專員公署係咪好似我哋啲好多嘅市民以為係好似接受個案式咁嘅投訴？其實唔係嘅。嗱，我講咩啊？一個最大嘅貢獻，我講就係話，佢喺舊年嘅3月20日，即係話我哋開始拉布啦，舊年之前，咁咧佢就話主動調查，佢又主動調查啦，講呢個叫主動調查，就唔係有人報案，佢自己去睇到一啲嘢唔妥。佢就係話咧，香港嘅公共檔案管理，嗱，檔案管理咧就係一個政府最重要嘅職能嚟嘅。個原因係咩？就係話佢係將政府裏面嘅施政巨細無遺，咁樣做咗個黨傳嘅記錄。呢個黨傳嘅記錄不單止係有在於我哋去監察政府施政，或者政府自己去監察自己施政，仲係一個地方嘅歷史嘅根據、文物嘅根據。嗱，各位有時你去睇呢一個外國嘅博物館，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有個典籍，有黨傳。嗱，我哋香港咧就冇呢一樣嘢嘅，係咪？嗱，呢個廉政呢、這個申訴專員公署，我諗佢講嘅嘢咧係代表咗香港90%嘅人嘅意見，不過而家都未改咁解啫。佢就話啦，喺現行制度下，非保密檔案在30年之後可自動公開與市民查閲，咁即係我哋查到啦。但保密檔案即使已保存30年或以上，仍需先由建立檔案或負責的局或部門覆核，再決定是否公開。即是話我哋嘅政府嘅部門係可以決定30年之後佢哋做過嘅嘢可唔可以俾公眾睇，你又瓜唔瓜柴呀？咁所以喺呢點上面呢，呢、這、一個申訴專員公署呢嗰、那個主動調查呢係的確係有用嘅。嗱，點解佢哋係有用呢？就係話其實在其他的國家和地區呢， 我引述政府機關提出拒絕公開檔案或把檔案封存超逾指明限期的申請，需經政府當局及獨立顧問機構兩方面批准。
即係唔係話你講準睇係準，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去做嘅。所以呢一個公呢、這個公署咧，就其實舊年叫到而家啦。我自己本身都想起草一個檔案法，不過就力有不逮嘅啫。佢就認為咩呢，就係、是、政府當局亦應檢討其封存檔案的制度，特別有關封存期同埋是否仍有必要考慮檔案的保密級別。嗱，呢個亦都係我哋呢一個香港檔案制度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去將嗰啲檔案分等級嘅時候咧，係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嘅。即係我如果我長毛嗰、那個嗰、那個、我做咗局長，我就叫做長毛局長啊。我自己負責嗰個局咧，覺得有啲嘢唔睇得嘅喎，臭屎冚物好啲喎，咪 classify 佢，喂保密絕密嗱。所以喺呢點上面咧，呢、這個申訴專員公署做咗對香港人好好嘅嘢嘅。而家又過咗一年啦，我唔知道我哋呢個議會做咗咩啊？何況緊係做緊乜嘢啊？即係個檔案保密嗰度冇噶嘛，係咪？咁點解你唔俾我講咧？係嘛？嗱，我唔知黃光仁議員識唔知唔知呢樣嘢啊？我又希望佢講下，係咪？如果唔係就唔好話人哋啦嘛，唔好咁曳啦，係咪？自己無知冇做功課就叫人哋冇去考試，邊有咁嘅人㗎？係咪？嗱，主席有一次證明咗我哋喺呢一個而家呢一個納入嘅辯論裏面咧，其實係盡緊我哋原則嘅。我再講一次。加錢又唔得，減錢又太過離譜，咁咪喺度講咯。而家 0.3%， 大家要注意啊！ 0.3% 嘅增幅嘅開支，你話我哋有乜可能再去鬧呢一個申訴專員咧？冇錢，唔好話擴展服務啊，維持原來嘅服務都低於通脹率，即係話比以前少咗經費，咁點搞呢？所以我希望黃國興議員，你唔好再喺度寫大字啦，又唔係靚啲字，唔好再飲茶啦，答答我啦。你對呢個問題有咩高見？你話有由 A 到 J 啊嘛，咁而家我問你啦，你識唔識呢樣嘢？嗱，如果你跟住唔發言嘅話咧，我就覺得你真係人格真係有啲問題。人哋講嘢你就話人哋嘥時間，而家我講咗啦，你贊唔贊成申訴專員公署嘅開支增幅係咁細？第一，第二，各位，而且唔係就係黃國興啊，各位在座嘅同僚，你贊唔贊成咁啊？你哋贊唔贊成呢一個申訴專員公署建議嘅檔案保密制度係要適當咁改革啊？如果係要嘅時候，你就要俾錢佢履行一個主動調查嘅職責啊嘛？知唔知啊？聽得明未啊？講咗15分鐘，咁啊主動調查要錢㗎嘛？所以主席，綜上所述，小弟真係覺得越俾阿黃國興鬧呢，係令到我志氣越長，反而更加努力學習。黃國興議員，我真係好多謝你。雖然間你不學無術，但係你一樣嘢好，把口夠臭，狗犯胃狀元嚇，狗犯胃狀元，咁我咪做狀元咯，因為我一定要努力㗎嘛。多謝黃國興議員，不過我話俾你聽，你唔好抵賴啦，係咪飲奶茶係唔緊要嘅，你係有飲茶。